在感恩节，我们都要弟兄姐妹能够来做见证，能够来讲感恩的事情。为什么要讲感恩的事情？因为最近我就被提醒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知道上帝在一个的聚会里头，或者是上帝在我们的身旁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就很简单，有三个的东西你能够来看。就是第一个，你先看上帝现在在做什么。但是如果你看不到上帝现在在做什么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你就要去听上帝现在在做什么，就去听上帝要对你说什么。所以第一个是什么？哎，回答我，第一个什么？你要先去看上帝在做什么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听上帝在做什么。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常常看不清楚听不清楚，该怎么办呢？你就要记得上帝做过什么事情。所以再一次哦，你去看，说上帝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看不到，你去听，说上帝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听不到，那你就要去记得上帝你做过什么？那你怎么样子记得上帝做过什么？你就要记得上帝在你生命，跟上帝在别人生命里头做过什么？因为你就要祷告说，上帝，对你以前做过，你还要再继续的做。哎，你们阿们很小声啊。阿妹吧，你们手都不会动一下的、啊。阿妹吧，你要相信。所以今天每一个的见证，每一个人的分享，你都要说一件事情，你要说上帝，那一个的恩典，请你再做一次。阿妹，那一个的恩典再做一次。阿妹，那一个的医治再做一次。阿妹。Amen。 所以嘞，我们会有两段的分享。所以第一段的话，我们要请一牧区、二牧区、三牧区的都能够到台上来，然后要来这边做见证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哎，掌声鼓励鼓励！一牧区、二牧区、三牧区的都到台上来，好不好？所以一牧区叶姐妹，然后再来，是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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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所以很快的，我们就是线上感恩开了。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是一牧区的146小组叶维娜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赞美神，因为在我准备要考蛋糕还有面包的丙级证照的时候，大概一
个月前呢，我的右手臂呢突然莫名的疼痛，那几乎完全没有办法练习。那但是呢，我还是带着那个忐忑的心情呢，去应试。那考题呢，居然是我在 party time 的时候做给大家吃的甜点，一模一样。感谢赞美主。那虽然考试的时候非常的紧张，但是最后居然奇迹似的，我通过了顶级的面包还有蛋糕的证。Amen。感谢赞美神。Well。感谢主，至少你没有忘记买材料啊，然后来陈英哥，来，弟兄姐妹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139小组的钟成英。在2017年十月份的时候，在 Party Time， 有一个游戏是剪贴说故事，在众多的杂志当中，我看到了一个很好看、很帅气。型的车子，所以我就把它剪下来，当作故事分享的清单。我感谢神，在今年七月，神把这份礼物给了我。哇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，因为神说，祈求就得着，大大张口就大大充满。哇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阿爸父。哇！你可以给大家拿。这一张就是要给大家看，就是为了今天所准备的，在2年前早就准备好了。哇、wow, ，所以你买了这架飞机是不是？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不好？哎，给你们拍照，把荣耀归给神，你们。怀孕生了小孩之后就没有工作，然后就是很感谢主，就是让3年没有工作的我，然后11月去面试，然后找到新的工作，下个月就要去上班。然后这工作就算是我以前有做过的，只是就是换一个老板这样子。然后也很感谢神，就是我先生的工作是没有低基本的薪水，然后上帝给我们的 case， 让我们家庭就是恩典之不至于太困难这样。然后也很感谢神，就是说今年10月，然后神送了我们2张双人韩国机票跟饭店，然后我们可以出国旅游。然后就是我觉得有给人的就有给你们的，所以我们也很乐于分享别人所送给我们很多宝宝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神就大大祝福我们，把一切荣耀归给阿爸父。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谢谢主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国清。很感谢上帝能够带领我在这个行道会，因为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在这边聚会的时候，大概没有参加小组有7年的时间了。那但是后来加入小组以后，真的上帝就是把恩典不断的给我们，所以从没有小孩到有小孩，然后这个小孩子在最近11月11号的时候，他刚好要做一个手术，然后当天也非常的顺利能够完成。那那个手术的伤口非常的漂亮。那当然，这位我们我的孩子这个上帝所赐下的产业哦，这个真的是我们 iPhone 收的这个第一个神奇宝宝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本来我们的我所工作的地方，那因为他们将要结束，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工作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在11月12号的时候，上帝就真的是带领我，然后而且赐给我2个让人家很想要去的工作，然后可以让我去选择。那当然，我们是在工作的就是在未来这个工作还比我现在工作薪水还要更高。Amen。 感谢上帝。Amen。就到三明堂就受洗了，
哇，从中立骑摩托车，哇、wow、感谢主，我现在大家不要再抱怨说你们骑摩托车来教会很远啊。感谢主，我现在每个礼拜都稳定的参加聚会、祷告会和小组。阿妹，然后在等一下，丁哥要跟 Good TV 报告这一件事情啊。好不好，丁哥，这个 Good TV 在这边的结的果子，我给大家继续。在10月26号的时候，周六的早上，我那个被车撞，然后左边这边的肩膀受伤，一个礼拜都不能动。在11月3号的主日早上，在光伟牧师做了一支祷告，然后我手就举起来了，感谢主。哇，里面新的恩典了，感谢主。然后。因为车祸的原因，对方都不肯赔偿，然后大家小组都一直帮我祷告，然后还是顺利拿到赔偿，感谢主。哇，真的感恩呢。然后最主要是骨头都没事，都没事，是不是 ？Amen， Amen， Amen， Amen。但是去要钱的时候有没有带一个东西？哎，感谢再次拍着把荣耀归给神。荣耀归给天父。Amen， Amen， Amen。我是3722小组朱真琪，今年9月30号呢，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坐骨神经痛发作，哇，真的连走路都很困难。可是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在台东呢有一个服事，有一个短宣，我们要弹乌克丽丽，所以我就跟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我说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坐骨神经痛呢？你是不是要让我更多的经历你，让我有更多的故事可以来分享哦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管，我台东我一定要去，你一定要医治我，我一定要去。”所以在祷告会的时候，我就跟上帝说：“我明天我回家我就要整理行李，明天一大早我们就要搭火车。”我就是祷告，你就负责要医治我。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，哇，就真的好了70%啊！然后真的可以出门去搭火车。然后呢，等到我们要上台去服事的时候，真的就好了90%了。感谢主，真的我非常的开心啊！因为我们要弹乌克丽丽，少了我一个人就不行的。然后呢，听说只要那个坐骨神经痛只要一发作，就常常会犯哦。感谢主，这两个月以来都没有发作过，而且呢，我在那个11月24号，就是上个礼拜天，我们在三明堂的那个主日的时候呢，我们乌克丽丽班，我还可以用呼啦舞，可以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，真的是太感谢主了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 ，Amen，Amen， 感谢主。见证我第一个的反应就是空吧，空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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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讲实话，刚才有多少人听到坐骨神经痛？你们的第一个的 OS 就是这个的，没有吗？只有我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？说真的，讲的东西给个 click 好了，你都求神说上帝那个恩典我要，阿们。你需要医治的，你要跟说上帝我要，你要你工作上面的突破，你跟上帝说上帝我要，阿们。OK， 你需要，你要找工作，你跟上帝说上帝我要，阿们。OK， 举起双手来，我们一起同时开口来祷告，好的，路亚主耶稣，我们在这次向你来祷告吧，主耶稣啊，这是。
期的最高债务的时候，曾经达到有4000多万。那因为有这样的债务压力哦，患上忧郁症了，甚至切除自裁，住院治疗。但是因为神跟教会的陪伴跟帮助，现在不但是我所面临的民事求偿，或者是刑事诈欺诉讼部分，都在今年已经完完全全解决了。阿门。那我跟弟弟之间的债务呢，也完全切割清楚。感谢赞美主。阿门。阿门。大家好，我是四五一小组的张佳琪。那我想要感谢。